好，我是陆江，我现在人在羽田机场。那现在时间呢是2月17号的晚上11:42。我这一次回去呢是要参加2月19号的 Art Cosme 在台北星光三越南新店的活动。不知道大家会来看我，会不会没有人来？我也不知道，就希望大家可以来找我。啊，超紧张的。那我要坐的是明天早上5点的飞机，所以今天呢要睡机场。好，大家，现在呢是2月19号的下午3:30，那我现在已经准备要去活动会场集合，超紧张的，其实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因为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跟大家见面嘛，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有办过一次，那台湾真的是第一次，我真的很紧张，我刚紧张到我都还觉得肚子痛。就去会场吧。好，大家，那现在已经来到 Art Cosme 他们的休息室，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准备一下，等一下5点就要跟大家见面了。他们刚才有发水给我，超可爱的，上面还有 Art Cosme 的 logo。 那这一次呢他们还有给我一些大礼包什么的，然后这个袋子呢是 Art Cosme 这次在台湾的活动特地做的袋子，很实用耶。那等一下就会跟主持人还有 Tommy Ray， 这一次也是我跟 Tommy 第一次见面，很期待又很紧张，希望一切顺利。大家看大礼包这里一打开还写嗨，你今天也很美，而且箱子打开还有小青蛙说 hello。 那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安酱、你好，今天麻烦你了。感谢陆酱。没有，谢谢谢谢谢谢。终于看到本人了啊，太害羞了。然后因为陆酱平常都是在日本，所以想说你可以透过你的观察，就是平常在观察的台湾女生跟日本女生可能就这样。初めまして。初めまして。真的是这次见面。对，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因为他都在台，他都在日本，然后我都在台湾嘛。嗯，完全错开。明明我是台湾人 ，Tommy 是日本人。没有错。我们现在要进场了，我好紧张哦。前面是 Tommy 跟 Tommy 的哥哥，我们现在准备进场了。啊，应该怎么在吗？哎，文章听到了吗？文章，文章最帅哦。我是日本人的 Tommy， 刚从大阪飞过来的。那我是台湾人的陆酱，我刚从东京飞过来。不要学我。谢谢大家特地来，就是今天礼拜天嘛，昨天补班，辛苦大家，谢谢，看到大家开心。谢谢。然后尤其是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急救效果的，我会在拍摄前一天，像昨天我有播，一定要播一下。真的精华液满满满，用力压的话就会震，真的超多了。你真的很会做效果哎。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请陆奖来帮我们选一个人来回答。那我重责大任，我选一个这个阿吉的袋子。这个星期太重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其实陆奖有提到说，日本女生喜欢呈现的妆容是跟台湾女生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较喜欢可爱型，所以大家比较常画卧蚕或者是点一些雀斑啊，或者是点痣这样。开心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那我们就是这边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Quality First 这个品牌，虽然现在在台湾没有贩售，但大家之后如果有机会出国，就是去日本的话呢，只要去几乎是任何一家美妆店啦、药妆店，只要踏进去就会看到。有一排 quality first 在等着你，就可以先请我们的陆酱跟 Tommy 就可以先休息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活动就到这边咯，也谢谢大家。再来左边的朋友们，大家都有拍到自己想要的画面了吗？谢谢，谢谢你们看陆酱。
们现在活动结束，要前往宁夏夜市。很台哦。对，超台的。因为我其实很少吃台湾的东西，就是很不熟，所以 Tommy 就可以带我去吃。谢谢 Tommy。你干嘛一直拍饮料？对啊。哇靠 ，Tommy 出现在我的频道，好新鲜哦。有一点。神奇耶，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对，我跟 Tommy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次见。 Tommy 的哥哥在前面。对对对，哥哥也在那边。抠哥，嗨。我们现在来到宁夏夜市，然后 Tommy 呢要带我们一吃好吃的东西。我真的很傻眼的，你没有吃过这么多夜市食物。没错，换我这个日本人来带你。那我吃他哥哥想吃的东西好了，因为我也好像不太知道可以吃什么。哇，好开心，好久没有逛夜市哦。交给我，我这个地陪。对呀、啊，口条强哦，日文叫口口都只有一个，对哦，就很放心。看你想吃什么，真的宁夏超多美食的。刚才 Tommy 的哥哥说他想要吃鸡肉饭，是不是？好啊，吃鸡肉饭。鸡肉饭就要饭架鸡肉饭了，饭架鸡肉饭是这边的必比登啊。真的、哦。对。谢谢，哥哥在暴吃鸡排。哥哥在吃鸡排。对。哥哥从刚才排队就开始吃，哎，很爱这个鸡排，好吃。好，我们点的餐来了，我们点的鸡肉饭，还有卤豆腐，还有青江菜，还有金针排骨汤。Tommy 说他没有吃过金针，哎，我第一次看，哎，真的假的？什么东西？我终于可以身为台湾人跟 Tommy 安娜一下。好，那我来试试看好了。天啊， Tommy 竟然没吃过金针，我好有成就感哦。什么味道？这没味道。阿基甘奈。阿基甘奈，手部不知道。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母秀尼塔贝达克达。对，它的口感是很好的。嗯。好吃。是不是很嫩？好吃好吃。对不对？你台湾人形容一下这是什么味道？本身的那个味道就很重，然后它的酱汁呢就甜甜的，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豆腐。这个光跟个感觉很开心，哎，好吃哈、哦！你现在很像从日本来的观光客，然后我是一个当地台湾人，然后带你去夜市，然后吃什么推荐的东西。Tommy 带我跟什么？好好吃哦，真的，谢谢 Tommy。我们现在来买 Tommy 说他最喜欢的甜点就是地瓜球，每次来夜市一定要买的。谢谢 Tommy 好可爱，谢谢 Tommy 带我来吃饭。哎呦，谢谢，超好吃的。你们活动很好玩的，对对对，而且来的就是观众。对对对，感谢你们，感谢。谢谢 Tommy， 拜拜拜拜。好，大家，那我现在呢已经回到日本的家了。这一次其实回台湾真的是快闪，因为我活动的下一周在日本也有工作的关系，所以活动结束之后呢，真的就匆匆的就赶回来日本。真的很谢谢大家这一次来参加 Art Cosme 的活动找我玩，因为对我来说应该算是第一次在台湾这样子有公开活动可以跟大家见面。做 YouTube 这么久终于可以见到大家，就真的很开心，就很谢谢 Art Cosme 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大家给我的卡片我都有好好收着，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看，因为我就想带回日本慢慢看，让我自己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当天。就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除了来看我之外，就还给我这么多可爱的卡片，而且还有人画我跟文当、山下智久、我还有卡美，其实文当是在后面，真的超可爱的。然后还有这个也是，这个就比较拟真。那这一位跟刚才那一位好像是朋友，他们是一起来的。大家看，还有人特地做贴纸，真的超感动，真的得到很多能量，就真的很谢谢大家来，我真的好开心哦。那这一次回台湾是美妆保养的活动嘛，我当然也有带很多东西回去，就真的很开心，因为我本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保养，就是用过很多东西。那在活动的时候也有问到说，在重要活动或重要拍摄的前一天会特别追加保养是什么，我的话就是面膜，给大家看我们在活动也有介绍的这个 Quality Fasto， 这次我回台湾也是敷它。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有一款超级毒舌的美妆保养品杂志，叫做 LDK。这个杂志对保养品、化妆品都非常严格，只要可以登在这个杂志上的，几乎都不太会踩雷。那大家看 Quality Fasto 这个系列的面膜，在这本杂志得到的是 A 级评价，然后是2022年上半期的第一名。那不只是 LDK， 在日本各大美妆杂志面膜部门排行榜也都会看到有 Quality Fasto 的存在。
那他们这个面膜种类系列有很多，除了这个 VC 是很多维他命 C 的之外呢，还有集中护理毛孔、镇定修护、保湿和抗老紧致，这些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想要的面膜。那它这个面膜一包里面有七片，我现在打开一包，大家看它的精华液有多多。因为这种一包的面膜最怕精华液很少，后面都干掉，但是它这一包完全不会，超多的，你们看。那大家看它的面膜贴合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那只要敷三分钟就好了，我真的觉得超方便。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边泡澡边敷面膜，包含在日本台湾都是，所以我就常常边泡澡然后洗脸再敷面膜，然后敷完之后再保养，真的超舒服的。那因为我自己是干燥肌，而且是非常非常干那种，尤其是日本真的很干，如果保湿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就缺水或者是肌肤状况不稳。那他们这一款面膜呢，我觉得是比较偏滋润的，就很适合我像我这样子的干燥肌。敷完之后呢，它整个透明度都会提高，因为精华液真的超多的。然后我自己敷完之后呢，会就是在这样子轻轻的按压一下，把精华全部都压进皮肤里面。那因为它本身真的很滋润的关系，所以就是真的会让肌肤喝饱水的感觉。这边大家看到这光环吗？就不管化妆技术再好，就保养的时候如果没有让肌肤吸满水分的话，化妆品也都很难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呢，就是这一步真的很重要。我真的超喜欢这一款 VC 的，而且因为它有满满的维他命 C， 就闻到那个柠檬香气。那这个系列呢，就是极光系列。其实呢，大家应该到日本的药妆店，你只要一进去看到面膜部门，就会看到他们家的商品，因为真的在日本超红，然后也很多。有兴趣的大家呢，可以购买看看。那我保养完就差不多准备休息了。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那谢谢大家看今天这一支影片。我看到荧幕里面的自己，你们看那个光，这边这个光，好棒，超开心！你们看这个光。就是这个光超赞的。那谢谢大家看今天这一支影片，希望我们很快又有机会可以再见面。真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大家再见，拜拜。